了啦，怎么拿这样大个 bag 去哪里？去旅行是吗？去苏格兰啦！哟，去苏格兰怎么要拿这种嘛啦 ，pad 就可以了，什么都有在里面。哎呦，这个是 daddy 的，老土的，这个给你，我要用新的。这个是吐的。哎呀，惨啊！就是因为你拿这个 bag， 然后搞到我们那个八戒走了。你看，啊，怎么办呢？我再继续上一杯。没有关系，我们还有一个司机，一个 driver 吗？阿曼，我看不起这样的同学，还要坐 bus 狗拉上学。哎，我有自己的私人司机的。我以前的私人司机哦，他叫做阿亮。单机量，我记得还要讲全名啊！单机量哦，我没有，那时没有手机了，他自己十一点多他就，坐在他的 BMX 上加油。然后有一天我坐到我屁股很痛，因为坐在那个铁那边了。我说你要哭肾啊，没有哭肾的难坐要死。他就叫他妈妈刘烨哦，挨了三天哦，生病了去做那骨肾给我做。什么是刘烨啊？刘烨是吧？刘烨做咗骨肾俾佢，佢个司机系坐脚车啫。其实翻学有多方法嘅嗱，有人载，有 bus 过啦，嗯，系啦，有啲行行路啊 ，lorry 埋菜车。因为我以前揸落呢嘢，我唔敢坐，我唔系唔敢，我系批蛇兼甩蛇坐嘅落。唔系你贪慕虚荣，你要坐阿妈嘅名车。你唔系咩？你要买菜车，你唔敢坐。唔系我以前细个嘅时候，我爸都有试过载我翻学嘅，但系可免则免啦。因为我爸载我翻学嘅时候，我差唔多做一公里就到咧，我全部同学都知道我嚟啊。点解？因为我爸的车好嘈嘅。好唔好？唔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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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狗都不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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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吭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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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系一到学校嘅时候，个先生讲：你最好唔好迟到，因为你影响到同学生翻学，好嘈啊！我以为你讲你要停喺隔篱街，唔敢俾人睇到，隔篱街行过嚟噶嘛？系啊，你有冇啲翻学嘅趣事？坐巴士嘅趣事啊？可能你爹哋妈咪载你翻学都有啲趣事啊？请 call 嚟0395433366，或者留言喺呢度啦！翻学快乐！